Deyaar 的华语销售戴旭燕。菲拉玫瑰公寓是由 Deyaar 自主设计、承建、开发的高端住宅楼，位于迪拜当地人生活密集区阿尔巴沙南部，隶属于迪拜重要的一个大型社区内，地段是非常好的。项目根据周边实际供需情况，户型主要有单身公寓、一室一厅和两室一厅。楼内配套设施非常完善，设有无边泳池、健身房、乒乓球室、烧烤区域、迷你高尔夫球场、篮球场、儿童游乐场和底层商铺。整个社区是建立在服务于当地人工作、生活和学习的基础上所开发的，所以社区配套比较优越和完善。比如，社区内有小型购物中心，内含家乐福超市和幼儿园，两所大型医院，六所迪拜重点学校，距离奇迹花园也只需要一分钟，距离迪拜山庄商场只需要三分钟，距离阿联酋商场也只需要12分钟，距离迪拜商场和迪拜国际机场也都只需要15分钟。